ዳሉ ቻይንኛን በቀላሉ ንግግር ምዕራፍ 12 ስለ ስራ መደቦች ልምምድ ኒ ደ ጉንዙ ሺ ሸማ 我是医生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是医生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是医生。 你喜欢学习吗? 对，我喜欢学习。你喜欢学习吗? 对，我喜欢学习。你喜欢学习吗? 对，我喜欢学习。你累吗? 我不累。你累吗? 我不累。你累吗? 我不累。你爸爸的工作是什么? 我爸爸的工作是商人。你爸爸的 工作是什么? 我爸爸的工作是商人。你爸爸的工作是什么? 我爸爸的工作 是商人。他忙吗? 对，他很忙。他忙吗? 对，他很忙。 他忙吗? 对，他很忙。他是你的老师吗? 对，他是我的老师。他是你的老师吗? 对，他是我的老师。他是你的老师吗? 对，他是我的老师。